如何登记 Schoology？ 一、登入你的 Source 账户。二、点击左侧的进入代码的选项。三、复制并粘贴或写下你的进入代码。如果你有多个学生，即考后能使用增加孩子的功能输入其余的进入代码。四、点击 Sign up for Schoology LMS 的选项。五、填入进入代码和点击继续。六、以你的名字、有效的电邮地址来填写表格和设立一个密码。七、点击登记。如果你只有一个学生，那你已经完成登记程序。八、如想加入其他孩子，点击在右上方向下的箭嘴，然后点击增加孩子。九、输入 The Source 的进入代码，然后点击使用代码。十、如需要登记更多孩子，请重复这些步骤。想知道更多有关 Schoology 的信息，请到以下网址。如有问题或需要帮助，请电邮至以下电邮地址。